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奇货浪人啊，第92次每周和你倾啊。好，喺短片开始之前啊，咁我先同大家讲声，就系喺今日嘅短片之后啦，咁我就会短期离开大家噶啦，咁啊暂停每个星期嘅每周和你倾啊，咁啊所以下个礼拜咧系唔会再有任何嘅分析片出噶啦，咁我下个礼拜我就会改为一个短期最后一次嘅 live 直播啦，就5000订阅嘅 Q&A 啦，咁如果有啲咩大事分析以外嘅问题想问咧，都可以喺下面描述栏咧就揾到个 Google Form link 嘅，咁啊留言话翻俾我知你有咩问题想问啦，咁啊最后啦，咁啊多谢大家一直的支持啦，咁不久嘅将来我哋江湖再见，咁啊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。好，咁我哋正式开始今日短片啦。咁咪先回顾翻上个星期短片啦。咁其实上个礼拜一直都系喺一个22100啦，22100至到21200咧嗰度行嚟行去嘅，磨足成个礼拜嘅。咁啊，最后成个星期咧都系以一个十字星嘅形态去完成咗嘅。咁上个礼拜提过咧，留意翻住个南区呢个位置，南区系啊。即係個位置啦，南區啦，就係21640至到21550啦。咁向上咧嘅廣州向上目標咧就22000嘅水平嘅。咁上個星期啦最高啦去到呢度啦，咁就去到22000多啦，最高啊唔係呢度三啊，成五號啦，最高啦去到22169啦，係啊。咁啊之後又再跌翻落去個南區度啦，咁啊向下都到咗下面個黃區，緊緊到咗嘅，係啊。只係有啲可惜就係冇跌穿個黃區，係我即係預期之外嘅事啦。咁啊最低咧就跌到去21216嘅啊。好，下個禮拜點睇咧？咁啊好，下個禮拜我將個好淡分水啦，就擺咗喺21840至到21500嘅。咁向上面咧就係22240至到22090，而再高一級咧就係22580至到22410，再高多級咧就係22980至到22700嘅。咁留意翻呢個重要嘅位置嘅。咁相反啦，下面啦就21360至到21120，而再低一級咧就21000至到20830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翻嗰个权仓啦，系啦，咁权仓啦，咁啊下个星期咧个中位咧都系摆翻喺21600啦，系啦，咁向上咧就系22200啦，同埋22600同埋23000嘅。咁相反啦，向下就系21000同埋20004至到20000嘅，系啊。咁佢睇翻上个星期啦，个仓位主要加仓咧 ，call side 依边咧系加得比 put side 多嘅。咁 call side 总数咧系加咗2757张，咁资金流入大概2200多万啫，系啊。咁啊 put side 咧大概就加咗1927张，而资金流入咧就系去由1600多咯，系啊。咁好仓嗰啲主要加仓嘅位置咧，就加咗喺呢啲21600至21800啦，仲有22200至到22800嘅，系啊。咁啊再远啲咧，就加咗去个23200至23400嘅，其实就系啊。咁其实依几个仓位加仓平均都系 around 系，即系每个行使价都加200多至300多张咁样咯，系啊。咁而 put side 咧，净系得二零二 put 咧就加咗267张，而其他加仓嗰啲位置都系加100多张，好加得比较少，但系仲要系加啲比较远价行使价嘅地方啊，加咗一啲1900啊至20000啊呢啲位置，稍微近少少嗰啲咧都系加咗21000至到21200，咁分别加咗186张同120张，咁其实如果以仓位去睇翻就系话，其实 call size 依边咧 call size 依边啦。其实好似感觉上睇翻即系咁，似系部署已经部署好啦。但系 put side 其实个数就其实可以话够，不过所以就预期后市咧就有机会会爆变。咁但系我自己觉得个 put side 仲争少少啦，即系如果可以再多少仓咧就更加好。咁但系唔肯定系会唔会即系会跌落去，然后先再加仓咧。咁所以其实睇翻仓位去睇嘅话咧，
就要小心下星期咧就會有機會爆變啦。因為其實過去一個星期啦，應該咁講啦，由六月三十號開始啦，個大市一直喺呢個21,800至到21,500咧，喺裏面收，喺裏面收市嘅，係啊，即係呢一度啦。即系呢个蓝色呢个位置啦，啊喺度收市嘅，咁、啊、我哋可以望翻就系话，而家其实个大市啦，即系个睇翻呢张先啦，睇翻呢张先啦。好啦，咁其实个大市一直咧都行紧一个收窄三角啦，即系呢度咁落嚟啦，呢度上去啦，系啊，行紧一个收窄三角，系啊。咁其实相信都好多人都睇到啦，系啊，都唔使我多讲。而暂时即月嘅月波幅咧，大概 around 1,000点左右，系啊。咁所以其实预期后市系真系会有机会系出现一个爆变，所以我哋要睇实咧，21,800至到21,500嘅，系啊。咁如果将过去几日合埋足身去睇咧，会更加清楚，即系望翻呢一个位置。咁即系呢个系呢一嚿啦，系实心睇啦，而呢度上手啦、下手啦咁样啦，系啊，咁其实合埋去睇咧就变咗咁样嘅之足，系啊，咁所以其实我系望翻就系话，其实暂时啦，系啊，睇翻依啊。轉依張就會更加清楚啦。咁依張係恆生指數 HSI 現貨圖嚟嘅，現貨係啦。咁可以睇翻就係話咧，其實暫時日線圖嘅中線啊，講中線啊，係處於一個上升通道之中，即係紅色啊，紅色上升通道之中嘅，係啊。但係自從喺6月28號開始咧，就短期係以一個一頂比一頂低個，即係依度啦，即係依度啦，依度啦，唔係依度啦。是一頂比一頂低的形態運行緊，咁相信依一個格局咧，係應該唔會維持太耐，加埋月波幅咧都唔夠，係啊，咁啊，另外再轉翻4小時圖啊，咁所以其實預期即係個後市咧，會唔會有機會話，落翻落去，落翻落去，大概係21,200至21,100水平啊，甚至落埋落去2,600至2,800啦，係啊，啊，即係打翻去前面依啲位置啦，係啊，啊，因為其實以即月嘅倉位去睇翻就係話，其實由今個月開始啦，都未試過係從未試過有一次打去下方嘅倉位位置嘅，其實都因為其實好多時 call put side 都會到第一個目標位嘅，係啊。咁其實如果後市真係強嘅話，咁如果以倉位其實應該理論上係直接向上跳上去噶嘛，唔似咁樣喺度磨嚟磨去噶嘛。咁所以但係當然咧，我哋唔可以排除呢個可能性啦，係啊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後市升穿咗前頂，即係依啲位置咧，升穿咗前頂依啲位置咧，咁咧就已經破壞咗嗰個一頂比一頂低嘅形態。咁向上目標咧，就先望翻去上面啦。6月24號，六月嘅目標啊，六月嘅高位啦，22,400啦。再之後跟翻倉位咧，就21,600同埋23,000嘅。咁其實我自己預期最好就先攞落會比較好少少嘅，係啊。好，咁啊，另外再另一個上證啦。去講埋上證啦，咁其實上證啦，由六月底開始啦，可以留意翻呢度六月底開始啊，其實一直係處於一個高位橫行之中嘅，咁其實已經跌穿咗藍色呢條上升通道嘅啦，其實，咁所以預期上證咧係需要進行一個調整嘅，咁啊調整好簡單，可以引用翻黃金比率啦，23.6% 啦，咁大概係呢個3,292啦，而再低一級38.2% 咧，咁就係3,210嘅，係啊，咁啊最理想當然梗係回調完啦，即係回調完落嚟呢度先再衝上去啦，咁樣先健康。如果用橫行嚟去再爆上咧，我反而擔心咧就有少少最後衝，小心。咁啊，留意翻個六區嘅位置係支持前面嘅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位置嚟嘅嚇，咁得好。咁啊，另外轉埋去納指啦。好，咁啊，納指啦，咁啊，其實上個星期講過啦，要睇實翻11,800水平咧，可唔可以企翻啊？啊，企到嘅向上咧，就目標係12,210至到12,050嘅。咁結果上個星期啦，咁啊，納指表現都唔錯嘅。咁啊，結果就去翻呢一個區域啦，去翻呢個區域上面啦。係啊，咁下個禮拜啦，咁其實我哋要睇實呢個區域啦。係啊，咁睇實呢個12,210至到12,050呢個區域可唔可以守唔守得住先？佢守得住嘅，我哋就繼續睇翻之前講過嘅指區嘅位置就係12,860至到12,600嘅，咁相反啦，如果再次跌穿11,500嘅水平啦，下方同埋呢個 trend line 都係近住11,500嘅水平嘅，係啦。咁啊，跌穿咗嘅話咧，咁啊小心咧就會再打翻落下面前底咧，即係11,351啦，同埋11,068嘅。咁再講多次啊，11,500至到11,000點咧。
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域的。之前讲过无数次了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好，今天最后讲了美女，这张美女的现货图，即是道指的现货图。其实上星期讲过就是说，喂，她一次是行一个头肩底，向上目标就看回即上面这个32,000至31,800。可惜上个星期就没有出现了突破了，反而上星期五呢就贴近条颈线收。不过这个头肩底，这个头肩底呢就不是那些教科式书的头肩底来的，所以下个礼拜就比较关键了。如果下个礼拜真的再次即再升不回上去上面这个32,000至31,800的话，导致那个之前所讲的形态就是一底，即一顶比一顶低的形态，即这里啦，即之前都讲过很多次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个形态就会继续向下，会向下沉的，向下即是向下跌的。下面的目标呢，先望回这个蓝区的位置，南区位置在30,350至30,305，亦都是去前底的位置。如果这些位置再穿呢，就会杀回去大概30,000点，还有红区这个红区就在29,770至29,760，所以大家小心点。好，今天分析就是这么多啦，依然喜欢这条片的，那记得啦 CLS 啊 comment like 和 share 啦，那最重要订阅我期货浪人，还有按旁边的钟仔啦，那将来一有新片就会通知你的啦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栏，在下面的留言给我啦。那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